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，我为大家带来更多社会资讯。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，许多城市都开始修建机场，为城市交通分担压力。而在广西，为了在677米悬崖修建机场，中国夷陵了65座大山，令人直呼不愧是基建狂魔。这个悬崖机场就是广西的河池机场，和别的机场不一样，河池机场位于海拔677米的高山之间，四周都是深不见底的悬崖，因此这座机场看起来就像是充满了风险。机场的跑道旁边就是百米深渊，乘坐在飞机上转头一看就是惊险的山崖。大家可能都很想知道，这样一个雄